丫头，一边养这个我都认不起来，跟电视剧都里的那么像。老二的病完了。就是闹挤到你和你哥哥。不过也真是，我都找他一年了，我现在工作也忙嘛，能陪你。你看这张照片。我有点事情要向你坦白，先不要告诉你爸爸，好吧？你哥哥有线索了。呼叫，呼叫，呼叫！我们老板叫他，对不起了，老板。这不是我，你是哪个来的玩的？想你妈妈吗？怕你在城里吃苦吃亏。